通。这次我们高雄来芦芦墩展览，最主要的主题就是环境，环境延伸成摄影类、西画类、水墨类的立体类。展览作品有68位理事长，各位来宾如果有空，真正的到芦芦墩来看，才能知道说它本身所呈现的位置是什么。非常欢迎来自高雄市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哦，有这个68位理事长的联展，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。这些展出画作在我们丰原芦芦墩文化中心展出，我们在这边表示欢迎，也邀请台中市的市民能够到芦芦墩文化中心来欣赏。这次高雄来他们参展的有一位啊，是丰原高中毕业，因为我曾经担任过丰原高中的校长，所以他就跟我联络。艺文界理事长协会到台中来开展，也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我看到他的主题是环境，环境，我们的环境要怎么样还给我们心灵上的一个环境，还给我们的大自然的一个环境。他们从他们作品当中呈现出来，无论是书法、摄影，都可以看到目前的生态。环境的改变是每一个世代所需求的，文字也是。我就借由我的水墨来做这个创作。好徛好哉，唔惊树尾做红开。把这个高雄火车站呈现出新的面貌。人家一看就感动，不管你懂不懂艺术啦。蓝色的色彩来搭配白色的沙滩，来表现出这个很亲近，